4-0，我一号一定会自己扔。一号已经进了两个球了。哎呦喂！黄的球，黄的球。意外啊，还打不过黄子恒吗？对啊，那个龙门打不过黄子恒，黄子恒最弱了，感觉。峰哥，小黄今天打得好，就是你安排的。哎，犯规，犯规，发球吧。哎，犯规，漂亮。我们可以上去跟他们讲吗？啊，好，你们去吧。让多拖拖时间啊，防守进攻的。犯规，犯规。好球，哎呀，咋了？这急了急了，中篮没进，漂亮，没有没有，黄的球，哎呦。真放头了，防左边两个来回就知道进攻路线了。好球，有点容易，慢慢的，我们 OK。我一直觉得黄子恒一打一挺厉害的，很棒。黄子恒真正把他想要表现出来的能力，他去表现出来了。对，再来一局吧。我都没关系没关系，你要放松一点，然后就开心的打，好好好、okay? 没问题没关系没关系 OK。 Hey what's up bro？其实我当时的战略是我第一个要打的就是杨鑫，其次在叶文浩的铁笼内去做休息跟调整。我们俩先去啊，你们在这儿，你们俩继续加油，我们俩看看现场去。我们现场怎么加油去？
要求。小孩自己好好打，不看你的。漂亮。好球。手内方胜。打完了，拿不了。拿不了，咱们赢了是吧？赢了，赢了，拿不了的。想攻我累，没那么容易。他跟叶文浩这个比赛结果不重要，他就是想在这个三分钟时间里保持下自己的竞技状态，输赢无所谓。他只要是活动开了，哎，他这之后准备去迎接下一场的挑战就可以了。好球，豪哥。几分？打爆了，11-0。11-0。我打爆他，11-0。11-0，对，小儿科。对啊，哇塞，谁都拿不走我的心，我告诉你，爸。快起，咱俩。哎，肖旭跟谁打？黄蓉，你咋不打死他？像马啸奇看起来就很强，很出色，真的实力派选手，没话说的。马啸奇，我觉得没有问题。哇，那你终于有的，终于有了哇！来，不好。别吹，一捧就没。算犯规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让他进，再冲进去，没事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，有点搞笑，有点搞笑。对他逼你再过他，对。哎哎，这什么情况？男子。好球，对。王子恒今天星王，那抱着两万星回来了，两个。哇哇！当时我心里的感觉没有很得意，但真的是爽，因为这个赛制之前的这几场比赛真的压抑我太久了，真的太久了。我的内心其实当时就出现了一段歌词，就是。太多评价说我临危，当我拿下这场胜利之后，实至名归。我唯一没想到的，今天给我的惊喜就是黄子恒。